在台湾台大毕业以后，在台湾行医八年，到美国开诊所40年，而且能够在美国混40年不简单的，而且他从来不给医病患吃药，完全不吃药，因为他是排斥，他用自然的疗法。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哈，他有队伍训练，我们就不用讲了哈。这是他哈，这是他的住的地方，这冬天夏天那么美，你看。哦，他住的地方，你看这是他的诊所，哎，美国的诊所那么大，不像我们这边小小的，哦，好像城堡一样。你看这个美国人，他用那个不知道是什么坡哈，在弄他一定是用自然疗法。啊，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其实我们今年在11月，我们在乌来培训了一批人，这边人有大陆的，来自大陆的，有来马来西亚的，各地都有，那我们希望他能代为推广，那这是我们这些在上课的情形。我们很注重术科，我们很注重术科。那个是欧阳英老师，欧阳英老师啊，这个我们来看看他们学的情况怎么样。那我们看看这个闪腰闪到腰他怎么来弄刚闪到腰这个方式三分钟你腰就好了。髋关节最主要闪耀是髋关节严重移位，他用器械式的帮你校正，而且他们研究了80几年，您就不需要研究这些，他知道那个角度。对，啊，比较不好。来，我们看看这位大哥哈。他什么毛病啊？欧阳凤愁，我来自台湾。我真是守了6个月之前的无缘无故了，讲不下去，花钱啊，才能变成这样子。人是走了什么样呢？要怎样1、2、3才能够上去？而且花钱呢，他又就上不去了。这就是本质。之前是来了，经过这一点的证据呢，他们压我这个骨头缝里面缝到要死，我压完了当场肉打开一起就可以上去。你看，是的，现在拆钱都可以了，拆。拳头、剪刀、布，好，你的意思是说这个由静卧开光法真的是有那么的一个神奇吗？就是神奇啊，不神奇的话，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啊。好，所以呢，这个刘俊厚大师啊，真的是大师啊。我这只手呢，像现在来去自如。我的脚呢？好，脚等一下。其实你们都可以成大师。就是摸一个点而已啊，你们只知道那个点就好在厦门金榜公园，我上楼梯的时候不小心踢到石头，啪啪啪，还好了这个肩膀，肩膀啊，胳膊肩这个还有伤痕。
路肩，人也是整个人侧倒下去，啊，人只脚呢，经过三个月，啊，他自己就长好，但是呢，卡住一样，啊，各位刚刚就是一下子，啊，这只脚现在都可以神奇了，啊，可以讲一直上，一直上，那之后呢？来之前，今天早上我上楼梯啊，都很小心，很小心，怕跌倒。好像现在，哦，脚踢，踢这样了，还可以踢。这你说神奇不神奇啊？这个刘静后啊，这个大师的确是大师中的大师。好，谢谢。好，掌声。其实这个开关宝很简单，你们也可以成为大师。这个。啊，我很快的就把它讲完了哈。这个教授哈，一直叫我要破冰之旅哈。那我们终于有这个大陆方面邀请我们过去哈。那我们一下这个，我一下这个广州机场啊，这个我泪盈满眶。为什么我不是那么感伤的人呢？是因为教授一直跟我交代，我今天到给你用，你赶紧看到赶快推广，一直在讲这种话。我一直没有实现，哦，那终于啊，我终于我实现了，啊，终于可以在啊大陆上啊在推广啊，他们大部分都是中医师的背景，都七八年了，你看他们学习多么认真啊，多么认真啊，啊，值得我们借鉴呐，不要一直讲说我们的优势啊，我们要自己反省自己啊，哦，我们如果这个精神层面是空的话，是没办法啊。以后只有台劳啊，没有大陆劳了。现在韩国人最专门要请台劳，因为他民族主义，他请台劳，台湾人都做我的佣人，势必会走向这样啊！你没工作啊，这是我们这个哈，我们就把它训练成这个基础级啊，我们的第十三期啊。那其实我的课程是很多的啦，总共有那么多课程啊，他们只上过了这个基础级啊。未来这些都是我们开关法很重要的开关啊，开关法很重要的开关。那其实呢，我们回顾一下啊，我们这个呢总部成立才一年多了，我们还是算是幼稚园呐，还是很多要学习啊。希望各位长辈哈多多的好栽培哈，这是我们还是幼稚园。那啊，我们今天呢？啊，这个我们这个丰盛的这个茶点，啊，就是我们桃园分部提供的，啊，他六点钟开始做，啊，做到现在，啊，我们掌声呢，啊，其实啊，这个我们始终啊抱着就是视病如亲，啊，以病为师，以人为本的这个去帮助迫切帮助的人。这是我们的 slogan， 永远不会变的，哦，那我们曾经也说过，哦，帮助一个中风、小儿麻痹、瘫痪、精神官能症，哦，这些植物人，哦，等同，哦，创造一个家庭幸福。那我们实在是很欢迎，哦，接任到有幸者来了解、来学习，哦，来成为我们这个团队。那我再来，我有个感言，哦，这个在我心中哈，我最想表达的哈，那个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啊。这个教授哈，这场这个光荣的战哈，你已经打过了，啊，留给我们的无尽的一个宝藏，相信呢不会再有遗憾，祝福、许愿、安心，在主的怀抱。其他的我们会全心全意哈，啊，依你的指示。那将结真道传承到每个世界的角落。最后呢，啊，最后我用一个哈，啊，来做一个结束啊，就是说，我们讲那么多，其实只有三分钟就可以解释。我们把这个影片播出来啊。
谢大家。谢谢刘老师哈，那我们休息到四点，还有十。